你怎么在这儿？长相厮守，迢迢如水，爱恨悠悠。小慈果然又留下来了，也不全然都是为了他。今日战场要比往日在月落更加凶险，小慈，你可想好了？覆巢之下焉有完卵，如今战事已起，我也想为国为民多出一份力。妈已经给你准备好了。诸事小心，保重。凉州见。凉州见。走吧。就是要把你困在生死场里拼杀。战乱当前，江一世又有大意，
我更不能退了。明日打算如何攻城？我从后方突袭，月景龙正面接应。何时能回来？最快当晚，最迟次日。你留在后方才安全，待在仪仗里，别让月景龙发现了你的身份。你放心，你好不容易救回来的命，我会好好珍惜的。你也要保重，我等你平安回来。知道了。魏将军先行出发，我随后带人到城门外潜伏接应，等待先锋营捷报。好。先锋营，随我出征！是！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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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